好友见。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，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。不用来回张望了，直到今时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。他饰演的是随处可见的乔晶晶。我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，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，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。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。晶晶有个 ID 大家都知道了吧，叫手可摘棉花。而且本来想说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有晶晶的笑容甜。哦，对对，但是发现晶晶就是 Super Idol 本人了。嗯，对。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，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。不用来回张望了，直到今时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。我给晶晶选了一个星星的玩偶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乔晶晶。当你对我的重要，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，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。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。觉得大家应该可以去剧中找答案，我就不在这里明说了。我也不在这里明说了，去剧中找答案吧。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，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。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。你知道你们现在的这个 CP 名字叫什么吗？除了 MVP 之外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？我以为是说荣耀呢，荣耀夫妇呢。于途同学，你还缺女朋友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呼吸大到有气压，手心冒汗可以交换，生活变四个漫画，喜怒哀乐被放大。这把还记得吗？嗯，这个是参加完那个一个工作，对对对，晶晶参加完一个活动，晶晶帮于途精心打扮了一下。哦，对，于途在酒店等他。哦，酒店精心打扮了一下，然后在酒店等他，两个人有一个这样很亲密的互动。超喜欢你不。欲擒故纵，专注钓鱼，而且是鱼头的鱼。荣耀夫妇是那种成年人的爱情，两人都把这种对方考虑进自己的这种人生规划里边，我觉得是成年人谈恋爱的样子。一旦爱了不能作假，一度觉得很头大，怀疑细胞有偏差，可是爱了没有办法，就是可以这样，就是可以这样疯狂，就是可以这样，就是可以这样，超出了想象。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超喜欢你，超喜欢你，不能分这个真理，百无禁忌往复摸底，我超喜欢你，我慢慢不能清醒，终于不想清醒。
根本不用进行这个